在安娜王妃、玛格丽特公主生前最美的瞬间，每一张倩影动人心衣。戴安娜王妃，戴安娜王妃是英国方名远播的美人，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的第一任妻子，亦是威廉王子与哈里王子的亲生母亲。她迷人的微笑、亲和的形象在英国人民的脑海中久久抹不去，被公认为是漂亮、优雅、健谈的王妃。除了她那双蓝眼睛，她的美丽还来自于其完美的肌肤，她也是最神圣、最甜美、最善良的名媛。最主要的是，戴安娜王妃的穿着打扮极具浓重的王室女性典范，举手投足间尽显王妃风范。她深受国民爱戴，被誉为世界上被拍摄最多的女人。这位美丽王妃生前留下了一系列最美的瞬间，每一张倩影动人心，惊艳了岁月。而玛格丽特公主，玛格丽特公主，英国国王乔治六世和伊丽莎白鲍斯莱王的次女，英国现任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唯一的亲妹妹，斯诺登伯爵的夫人。这位美丽的公主在幼时是如此可爱，深受乔治六世的宠爱，以至于她骄傲地说，她有天使的容貌、娇美的身段和明星的气质。玛格丽特公主的容貌比姐姐伊丽莎白二世还要美艳三分，她一直是那个时代的戴安娜。她美丽高雅，气质出众，是当时贵族社交圈的一颗明星，身边不乏倾慕她的贵族青年。玛格丽特公主后来与摄影师安东尼结婚了，先后生下一对儿女，这段婚姻只维持了18年。可以说，玛格丽特公主是英王室最美的典范，叛逆又芳华一时。她的一生的不快乐其实都起源于王室，但她依旧骄傲地对别人说，我在这个世界上是如此独一无二，我有一个国王父亲，还有一个女王姐姐。祝奇闻解密原创文章未经允许不得转载，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